播，我们就跑去吃饭。要开始了吗？大家好。限量。我认识啊。虽然围炉山丘很有名，那我们要吃的就吃哈。那先坐下来。你要坐那么远，听得到哦。听得到，没问题。哇，都是大声公哈。围热山丘，因为你刚刚说围热山丘，我赶快跟他照一下。我们做新闻要很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已经照进去了。那前面可以 cut 掉，没关系。我不会 cut， 一刀不剪。你们上礼拜吃了大菜，对不对？那个张翠蓉来，所以你吃了大菜，那我们今天就来上点小菜啊。那个苏玲有跟我讲说，还是小菜应该也很好吃了哈。对啊，我有做宣传嘞。为什么我讲大菜小菜真的是这样子哈？大菜是那种要出国去出生入死，然后怎么样？那我们要讲公民记者的话，就不是哈，就可能我们家旁边的一些小事情而已。那当然有些小事情也可以把它弄成大事情。那我现在要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大暴龙，其实我本名姓陈，可是讲我名字大概都没有人知道，要讲大暴龙大家才会知道，所以我的名片上面虽然是我本名，可是我要给人家之前我都要先加上大暴龙。那我是在板桥社大有开课，我们那个课叫影像记录，影像记录就是记录家里啊，就是你身边的一些事情。那这学期我们先没有上，我们本来是要上三年，那这学期先没上。可是最近竟然要跑到中壢去，中壢他们有个叫新阳平社大啊，就是新屋、阳美、平镇，所以他们叫新阳平社大。那上礼拜开课前三天，校长就说。没办法找一个老师，然后去跟大家讲一下怎么做公民行动，所以像明天晚上我就要跑到中壢去，目前是这样。那另外一个就是 Apple 的公民记者，我可以问一下，这里有多少位是已经有在 Apple 发表？有账号。有账号，你甚至都在云松树才有账号，就上去是吧？说要发表过啊，对不对？那当然，我刚刚讲就是说，好奇宝宝在这里，我们像我都觉得诚惶诚恐，因为他是前辈啊，他已经好多年了，他比我还更资深。这样子。不好意思。跟你比起来差太远了，你的一篇这多少几百，多少万人呢？二三十万。对啊，你看我多虚荣，就是要他讲这些。我们那才几百个一篇，几百个，所以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哈，好奇宝宝应该知道了，其他人我想问一下，你们知道为什么今天会想要叫我来跟大家讲吗？大暴龙是谁啊？他在做什么啊？他为什么要我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事情？快点啊，回答有奖品啊，送不送？没有了，放弃了。很热的啊。阿哲，你讲啊，你举手，你讲。因为这一堂课就是传经记者大声公的课，那主要是养成我们可以当成一名公民记者。那大暴龙的名气就是从那个怪手开进稻田的那边开始。那其实刚大暴龙老师有讲，就是我们不一定可以煮得出大菜，但是在我们身边这些事情，有些时候这些我们身边的事，不管是大事小事啊，只要有勇气可以去报，我们都可以当一个很好的在地的公民记者。那其实全省这样连起来，就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拼成一块很完整的。哇，太棒的答案，真的，我今天要讲的大概就是这样子。要签名。这个待会，因为这个不是我的，这是我待会讲到，待会再给你。他答得这么完美，肯定也不需要你那个东西啊，送给我吗？不是啦，因为你如果要崇拜偶像，要做点功课嘛。
虚荣一下，就让他讲这种话这样。哎，我也要讲一下为什么请你来，因为我觉得我写了一张那个卡片，我这张卡片说大暴龙因为有你，公民记者冒出台湾媒体的台面。是这样。好奇宝宝，感谢你。谢谢。好在有大家还有主好，没关系。大家听懂他在讲的意思吗？好在有你啊。对呀，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你，大家还不知道公民记者嘞。我们是这样子啊，公民记者可以做这么多事。您是到现在为止第一个上那个杂志，上主流杂志的，也是那个一般平面。反正主流媒体您是第一个出现，而且是唯一的一个。还有谁呢？还有谁？没有，我觉得没有。后面会很多啦，后面很多。到现在为止，虽然你讲的那个报道我不满意，这个也许这段不要播，就是报道我不满意，我们待会可以聊一下这个事情。那你们看我今天定的题目就是我就是媒体。不止我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媒体哦，你们同意吗？同意。有没有不同意的？有奖品来，你很有勇气说你不是媒体的，已经大声公上第几堂课了，还说你不是媒体的？不是，还有人举手。你同意吗？就说你同意这句话，你真的是有体会到你就是媒体吗？有没有人不同意的？或者说你很深刻感觉到我真的就是媒体，我不是电视台哦，我也不是报纸哦，我就是一个人哦，对，哦，搞不好我也没相机，我也没 DV， 没有像这么先进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很先进，哦，这是手机耶，拜托，它还可以直播哦，它还可以直播，对不对？这是手机而已，搞不好我就是一支笔而已，我一支笔我可以写东西。那，啊，当然我可能有一些其他的管道可以发表，我没有网路，所以那天我们不是去上那个叫穷人的 SNG 吗？我们真的是穷人，可是我们有 SNG 啊，我们可以到处去直播，所以我们就是媒体有惊叹号有问号，也许我们今天上完课真的是惊叹号，我们把那个问号就拿掉，我们很确定我们就是媒体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看，是不是你能很感觉到我们就是媒体，然后可以怎么做？啊，那当然讲这个之前，我们要先讲一下，我们为什么会是媒体？我们为什么需要变媒体？啊，这个是脸书上面抓的啊，脸书上面有很多东西的，这应该是那时候马蒂欧的事情。马蒂欧的事情，然后峰辉又死了，林书豪又来啊，这样子。就是你们有没有感觉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新闻都是这些？同意吗？嗯。最近后来慢慢可能那个什么淫魔啊，那是人家的形容词了哈，淫魔啊什么，你可能每天都是，或者林书豪，我有一次去公司找一个朋友哈。啊，他旁边有电视，我们在聊天，我们聊了半个小时，那个电视台全部都是半小时都连说好，是这样，然后除了这些之外，他旁边还有 YouTube 的，对不对？行车记录器的，艺人的谁的哈，啊，最近还发现就是可能中国的有什么节目，然后就抓过来，然后就播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新闻真的是这样子，我们每天看到的，也许大家有别的管道，可是我们说台湾这么多人，一般人每天都是在吃这些东西，那你们觉得怎么？你说主流媒体吗？我们现在主流媒体都要加括号，你知道吗？加括号就是我们后来当了公民记者以后，我们对那个主流媒体
这四个字我们都要加括号，甚至你可以把它称作商业媒体。主流媒体也许你大哥你指的是电视台啊、报纸啊那些东西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把它加括号叫商业媒体。那也许就是我刚刚讲，也许你有其他的管道，你可以去看别的新闻，对不对？可是一般人他就是每天看这些。你们有其他的管道在看新闻吗？举些例子好不好？CNN。 啊？ CNN。 哦，你每天看 CNN 哦？那英文的呢？哦，那你英文太好了，你都看不懂。还有吗？我会看新头。看我看新头的。好，还有吗？公司。哦，公司。可是公司的新闻很少啊，对不对？不像其他商业台这样，整天新闻台这样一直播。对。还有吗？啊 ，NHK， 所以你懂日文。我会。哦，你们班好厉害。还有吗？FB 啊。可是 FB 的 po 的从哪里来？就是那些会先加社群。就是说你假如是从一般商业台来的，他可能还是一些吧。那比如说会去点那个情报啊、古老网啊，点了赞之后，他每天他有新的，像新头可以有社群嘛，他就是会把他比较重要的连结会投上去。你们都没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。团资啊，有团资有加社群啦、啊，哦，一定有、哦，一定有加的，大家都在看，对不对？每天都有看，对不对？自动会送进来，哎，然后自动会送进来，所以不用特别提，对不对？好，还有苦劳王，哦，苦劳王，嗯，如果说这个的话，所以我不要再讲。所以因为你们会来上这个课，其实你们已经都算是很有概念的人，啊、哦。通常我们在说和尚念经给和尚听，你们其实都已经和尚礼服了这样子，真的。可是我们想一想，全台湾有多少人像你们十几位这样子，你们是有其他管道在看一些就是这一些之外的，很少、哦。甚至比如说我是在板桥社大上课，我们的学员就是一般的，就是很抽样的那种啊，因为你们算是比较，你们不是很平均的那种机遇的啊，因为你们算是那个筛选过的啊。可是当我们在我们那个社大，我们在面对的学员就是很一般的学员，他们可能很好看呐、啊。对啊，很精彩啊，对不对？可是当我们在谈一些问题的时候，他们一无所知，根本不了解。所以其实这一个我变成说我要提醒大家的是，在台湾有真的有这样的状况。太热吗？啊，没关系，来。好，再过来。这场有趣的举手一下。好，谢谢。没有趣的，你们知道这件事情吗？知道。知道哈。知道。那你们去是为什么要去？或者说你们知道他在做什么吗？有奖来举手。为什么要去？做报道啊！你有去的不要说，其他人没去的请说来。啊？我们要去，不是去反中史啊！其实我们不是去反妄中，不是针对妄中啊。
而是我们在反台湾的这种媒体的垄断。其实苹果最近苹果不是也要卖吗？对，那个苹果日报啊，甚至一电视都要卖嘛，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个财团买去。因为另外一个财团买去的时候，是不是我们下次要变成是到假如是富邦买去，我们下次是不是要去富邦门口再来一次？那其实在台湾的媒体环境，假设说你真的有去看一些东西的话，我们真的很担心我们的台湾的媒体环境。一方面是每天就是刚刚那个每天你看到的新闻是那样子，可是背后的这个东西才可怕。背后这个东西，你们知道松烟嘛，对不对？松烟那背后是谁要做的？因为我在录我就不讲了。背后有谁要做松烟的那个东西？我有一次看报纸，我这样翻，那个一摞大概五张十页，有五页是他的广告。所以那个报纸敢去说松烟怎么样吗？对不对？那其实就是我们在讲的就是这些东西。那当这样子哦，给大家看一张，没有？有没有刚吃饱的？这个虽然看起来有点恶心，可是现在就是这个样子，你知道吗？从 corporation、politician， 然后到 media， 到 citizen， 就是我们每天在吃的就是那一坨下来。这也是脸书抓的，因为我觉得这一张真的很传神。这个是有版权的啦，我不晓得是谁的，你们同意这样子吗？不是，我说的意思是说同意现在的状况是这样子，对吗？所以我们怎么办？我们怎么办？我们一般，我们或者说我们有觉识到，我们有了解到这个状况的，所以你们就来了啊！你们都现在都来这堂课了吗？对不对？或者说你们之前来，抱有一个梦想，我可以怎么样？我可以写一个很重要的新闻出来，或者说我可以，因为我刚刚看一下有人写那个说为什么要来这样，可是为什么要来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更要来。而且你更要持续一直做，一直做，一直做。也许啦，怎么有小妹妹啦？同学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听得到吗？所以也许你看像我啦，或者是像好奇宝宝，我们年纪这么大了，对不对？都不在家休息，他为什么常常要这样？花旗宝宝来很多地方，对不对？我们为什么都要去？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真的，我们一般的人就要想办法出来当媒体。然后，也许啦，也许我觉得我们的力量还小，就是在这个时候还小，人数也不多，可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力量是不是慢慢可以发挥？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，这个在山里，高雄的山里，山林乡，他们那时候就这些这些都是爸爸风灾的受灾户，或是有一些社区工作者，那这个胖卡。